除了解放。安尼蒜头，五六千公顷的森林上大宗的蒜头，未见，甲安尼管理，不管是喷药也好，甲上尾啊采收，啊是搁砍色，甚至后壁的包装、传播，三年来拢爱自动化。至少要用一年以上吼，用上紧的时间，予大家做事较勤快。好，现在很多的补助延到30号，所以农民朋友可以把握机会，赶快去申办。陈吉仲也说，希望呢今年播种的大蒜面积可以达到700公顷。